大家好，我叫 Google Chu， 很高兴认识你们。大家好，我是陈迅。Hey, I'm Tourism Producer Yamauchi. I'm Matt Scott from Valve. 大家好，我是谢元武。I'm Dragon Producer No Yamagawa. I'm Jason Zhang. I'm Leoshi of Capcom. Radio, this is Austin Russell from Naughty. I'm Marshall Robinson. Naughty. Radio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索尼电脑娱乐的负责人天天无人。Hi, I'm Yusuf from the Xbox team at Microsof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追根溯源，挖掘游戏文化，深入浅出，探索业界秘闻，聊游戏也能长知识。欢迎收听机核网加迪欧 Pro。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加迪欧 Pro》专题节目啊！我是西蒙，然后坐我对面的是大家好，我是四十二。对，然后今天我们俩给大家聊什么呢？听到这个音乐，大家估计也不是特别熟悉啊，是不是熟悉的音乐？时间有点长了，对，可能带着大家回到了十多年前，对，得有十多年了。嗯，然后如果熟悉的朋友们有可能听得出来，这是来自《Homeworld 家园》的主题音乐，对。然后，其实，在之前我们聊 MOBA 那个一期节目之后啊。就好多人在评论区里面说，就做点 PC 老游戏什么的。对，四十二也来集合了，反正然后 PC 游戏玩的也挺多的。然后既然都聊到 MOBA 了，那不妨 RTS 之类的游戏也聊一说。对，然后正好赶上今年这个，就是去年家园还有一个重置。对，今年一月份差不多。对，然后又再加上重置，对，又有一个续作叫《卡拉克沙漠》。对，对，然后今天就是想让四十二给大家讲一讲家园的故事，因为。家园我不太会打对战，嗯，所以对那些对 MOD 其实也不算玩的特深入，嗯，就游戏本身的系统和技巧玩法我们就，而且很多人都玩过，我们这儿有不多献丑了，嗯，我们就讲讲这故事，故事特别有意思。对，这故事特别有意思，就是游戏有很多人玩游戏的时候，它这毕竟是一个讲究操作和战略的这么游戏，但是其实它的背景设定和世界观设定是特别特别惊人的、优秀的。对，当时也挺惊人的。对，然后但是游戏本身里面体现出来很少，对，很多都是它在后来的那官方资料，官方资料里面有记载的。对。对，那不妨我们来听一听。对，对，我们先说这个，哎，我们说说家园本身故事。嗯，就家园这个游戏，它是那个，说游戏先。对，1999年发行的。嗯，它是雪乐山，当时也算是龙头老大，雪乐山发行，对对对对对，然后是水雷 Relic 开发的，嗯，它这是水雷佳作的代表，嗯，应该算是开端。水雷可是超级厉害的 RTS 大厂，啊，对，当时靠这个一战成名。嗯，然后后来雪乐山崩溃了之后，然后这个水雷带着家园这个名头去了 THQ， 嗯，然后在 THQ 买了他们的版权，对，连这个版权带这个带水雷，对，都买去了。嗯嗯，THQ 后来不就也那个也不行了，倒闭分家了，等于让人拆了。然后分家的时候，当时拆的不亦乐乎的，一开始没有人提 Homeworld 了，嗯嗯，大家都急了，对，特别特别这么牛逼的游戏，对对，然后也不出续作，嗯，也，然后突然就是那个 Gearbox， 嗯，突然蹦出来说我们拿了，当时我们都震撼了，说这个一个 2K 的那个，对，嗯，一个做打枪的一个组为啥要拿？以前做兄弟连什么的，对，嗯，然后他就说我们老大喜欢这个。啊，嗯，还是情怀，对，就是情怀，就是喜欢，我就拿走。嗯嗯，然后拿走之后，我们大家想，这得做成啥德行啊？嗯，后来就挺诚意的说，我们要 HD 化。嗯，然后这部去年出了嘛，确实挺有诚意，确实是非常有诚意。嗯嗯，对，而且这个家园，一共有三座，就是正传一共有三座，嗯，就分别是家园，然后那个家园浩劫，嗯，那个词其实就是大灾变，灾变家园大灾变。嗯，还有这个家园二，嗯嗯，它其实这个特点大家其实基本都印象非常深，在当时360度空间的，对，空间作战，当时下的都已经，当时就无言了，嗯，当时而且还很年轻，对，我印象，当时我记得上中学的时候嘛，对，然后我就更小了，啊，对，你就更小了，嗯，第一次那个把那个战斗机编队，然后让它那个组成一个阵型，对，嗯，然后在那里飞行的时候，当时我靠就
而且说相对于玩，其实我更喜欢看。对，就是看起来太棒。我会把我的那些就是船坞啊，对，然后那些母舰啊，就那种各种比例大小，对对对对，然后动起来，然后让我那些飞机飞出来之后，我就看着他们按照那个线路在那飞啊盘旋，然后战斗的时候扭作一团，你其实不能控制特别细致，对对对对对，就太棒了。但是感觉太棒了，感觉自己真的在指挥这个，对，好多，而且是在那个深邃的星空当中，嗯，觉得就上下不靠的那样一个状态，对对对，特别牛逼，嗯。而且在THQ 时代，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就是水雷公开了家园的那个代码，嗯，所以家园的 MOD 非常非常强，家园的 MOD， 对，包括现在这个菲亚利帝国，嗯，这些各式各样的 MOD， 比如说哭声之歌呀，嗯，其实直到现在玩起来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哦，而且其实有很多 MOD 现在还在开发，还在更新，嗯，所以就觉得至今都还在开发呢，对，就这些人特别牛逼，嗯，家园培养出来的这个死忠玩家，死忠玩家非常强。所以今天成为了一个种群和群体。对，今天这个节目如果讲的哪不到位，就大家多的包涵。不过今天咱不讲那么对，咱们不讲这些核心的东西啊。对，我们讲这个历史。对，但其实讲历史呢，实际上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是类似一个导读，嗯，就是带你读书这么个东西。我们今天讲的所有的故事呢，基于这个网上一位这个前辈叫四木孝大神的这个家园断代史略，嗯，它这个内容是，就是它基于官方的一个叫家园的历史与技术，嗯，那个叫短集，嗯，这样一个文件来的进行了扩写，就是它写整理和扩写非常的精彩，嗯，然后可能我们讲的时候里面要跳过一些特别详细的东西，嗯，为了符合我们电台这个节奏，嗯，但是呢基本上就是讲它里面这些事儿，嗯，如果大家看过的话可以讲了一部史诗故事，听一听，嗯，跟着再听一遍。正因为是这样呢，就是四木孝大神他其实是一个写书的，嗯，就是网上的一个写手，嗯，他的别的作品比如说那个星海的幸运儿，就是家园的同人小说，也非常非常好看，也是他的，对，也是他的作品，嗯，然后他还有一部作品叫银河歧路星，嗯，这个其实是同人创作，他讲解了家园前的故事，嗯，然后但是今天我们作为这个历史呢，我们不讲这个，嗯，因为它不能算官方，不能算官方设定，我们以后可以再给大家简单提一提他是怎么，嗯，就是讲这个之前的事儿的，有兴趣可以找来看一看，嗯，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今年卡拉克沙漠不是发售了吗？对，嗯，卡拉克沙漠它是前传吗？对，它是一个游戏的前传，嗯，是这个历史中段的一个故事，嗯，它其实完善了一些细节，然后修改了一些小的这个元素，哦，所以今天我们为了，就是，一些历史的，对，我们为了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故事的逻辑的延展性呢，再加上为了那个避免剧透，剧透，然后我们先不提，嗯，就大不讲的太细了，嗯，所以这个说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啊正式开始，正式开始，正式开始，对。对，然后我们先说这个游戏不叫卡拉克沙漠吗？对，为啥叫卡拉克？嗯，我们家园的故事发生在，你可以理解为平行世界，嗯，或者是遥远的另一个银河当中的故事，嗯，这个银河呢就有一个小型的这个黑洞围绕着它，有一个旋转的和我们银河很像的这样一个新的银河，然后在这个银河呢，悬臂之外非常偏僻的位置，可能老玩家还记得当时家园一的读图的那个画面，对，它是一个悬臂，嗯，就在那个悬臂的外面很末端的地方有一个很偏的很偏的小星系，然后这个星系呢有一颗太阳七颗行星，嗯，然后还有一个有点类似我们的太阳系，对，很像我们太阳系，嗯，然后它的第三颗行星，哎，跟地球一样，第三颗行星就叫卡拉克，嗯，然后卡拉克呢上面有一群人形中是人类，他们的外形是人类，嗯，我们就把它理解成，就理解成 human， 对，就我们把它当成一个人类历史来讲，嗯，他们和这个其他星球上的文明一样，把自己称为卡拉克人，嗯，这个卡拉克这个行星啊，就是在官方设定，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坎巴拉啊，哎，是有点，对，这名字有点，嗯，对，有点谐音啊，这名字。嗯，那个卡拉克这个星球已经有67亿年了，嗯，就相当年，它是一个年迈的行星，嗯，然后这个行星是一个 就比地球要长，对，对，长很多很多，嗯，然后呢它地表风化了特别严重，嗯，它就是整体上整个星球就是沙漠地形，嗯，所以叫那个卡拉克沙漠，卡拉克沙漠，它这个星球气候很恶劣，恶劣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到赤道的地方，嗯，气温是接近沸点的，我操，对，就水的将近沸点的这样一个程度，嗯，然后
可以说因为这个故事嘛，它是一个设定，可能不太符合气象学原理，大家就不用深究。在这个星球上呢，赤道是沙漠，然后两极就不是冰盖，是大洋。哦，有海洋，就说不存在冰这种，对，这种形态了，水的形态了。然后这个它这个文明呢，就是一个与环境斗争着的一个文明，卡拉克文明就是这样一个文明，艰难的与环境做斗争，为了生存。在卡拉克人形成文明之前，他们有一些很简单的神话和一些原始宗教。这个神话的内容就无外乎就是今天热，明天冷、哦、啊，今天死人了，这又怎么着？就是这些事儿，就是挺苦的一帮人。嗯，但是呢，他们最终。在沙漠中跋涉，跋涉，然后往北走，嗯，就凉快一点了，对吧？对。然后凉快一点之后，就建立了他们的文明。嗯。在讲卡拉克的古代史之前，我们必须明白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概念，因为这篇司慕笑大神的这篇文章之所以叫断代史，它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时间的断代，嗯，它是以卡拉克的政治元单元为这个基本元素来讲，政治单元，对，所以我们要讲一个非常基本的概念，叫做基斯。基斯，对，基斯就是这个卡拉克人的基本政治单元。嗯，它是个什么东西呢？基斯本质上是家，是家族，就是不是国家什么的这种概念。一个基斯的所有的人共享一个姓，哦，就大家都姓着，那就是家族的。对，比如说叉叉叉基斯，嗯，就是大家所有人都要这个。一个这个姓，嗯，然后呢，基斯呢有一个基本结构，基斯大基斯其实是家族的联合体，嗯，就是它若干小家族同姓，然后同血缘，一个联邦叫大基斯，对，它是由这个其实是血缘联系在一起的，嗯，各种家族，然后它的结构基本上呢，一个核心基斯，然后核心基斯周围是一圈辅佐的基斯，嗯，然后再下面是仆役基斯。嗯，就分阶级了，这个是一个很基础的阶级。嗯，就比如说呢，一个核心基斯里，不同的支脉就跟本家和分家一样。嗯，然后也这里面也有他的核心基斯、辅佐基斯和仆役基斯。嗯，就这个逻辑关系层层嵌套。哦，然后这就是卡拉克最基本的。你说他是国家，其实他最大的基斯，我们把它视作国家了。嗯，然后也有点像人类古代的。对，其实就是一种。怎么说集权家长制。嗯，因为我们接下来还能说这样一个概念，就是有那个有家里有家长。嗯，家长叫萨。嗯，萨，对，就是这个家像大明那种感觉。对，家里的头就叫基斯萨。嗯，基斯萨，对，然后就像基斯有自己的语境一样，就是比如说我对外可能一个大的国家我们说是什么什么基斯。嗯，然后我是这个基斯里一个小分家。嗯，我可能和同基斯里的其他家族区分的时候，我又叫另外的基斯。哦，萨有他的意思，萨在家长，就是这个家长放在最大基斯当中，他相当于皇帝。嗯，头领。嗯，然后呢，越小可能越小，比如说一个小小的仆役的基斯里，这个族长也叫萨。对，也我们也叫他萨。嗯，然后萨其实就是类似父亲。嗯，有这样或者中心，他这个本身词源有点这个意思。嗯，然后他这个在家园在卡拉克上。各式各样的基斯有自己的特长，因为这个基斯它是一般情况下来说是只能加入不能退出的啊。一旦加入这个家，就是我想跟你姓，嗯，就这意思。嗯，我进跟你姓，然后我就加入这个一辈子，就是对，不只是 不只是一辈子，这几百年就是你这个了。然后比如说这个我们主角，这家园主角，以后我们会说主角是谁啊？这个主角从属于一个基斯叫做斯叶特，斯叶特基斯。嗯，这个基斯擅长什么呢？善数学，善立法，然后善写作。哦，就是一个文明型的一个基斯。嗯，这个基斯是个老，特别特别老的基斯。但是呢，在古代史当中呢，他没有太多他的事儿，就是一个很大的、很繁荣的基斯。嗯，但是呢，就是等到近代的时候，有他很多的戏份，我们这到时候再讲。明白了。然后这样说完呢，我可能会复述一下这个小说里一些话，这个小说里有些话就会以一种历史书的这样口感觉，对，来复述。我记得这个历史古代史开始我们要这样说，他说可能是过去或者现在有一位学者这样写道，说我常常赞叹库申人竟然能够在卡拉克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嗯，创造出那么瑰丽多彩的历史和传奇。嗯，这个库申这个说法可能玩家就更习惯一点。对，这个你在家园当中如果多人对战，嗯，选择的阵营里
有一个阵营叫库申，库申就是对卡拉克人的一种蔑称，嗯，哦，是一种蔑称。对，以后我们会知道这个蔑称是从哪来的，而为什么卡拉克人来说的、这个、对，再也不说这个词。嗯、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库申这个词 ，库申这个词指的是贵霜帝国。历史上中亚有这样一个帝国，哦，这个帝国是这个大月之人建立的一支当时非常强大的一支帝国，在中亚地区。对，这个月之这两个字在我们学历史的时候，我们现在说的是真正的，对，真正历史啊，这是我们历史，对对对，不是游戏里的，对对对，我们的历史里，我们的历史书上通常把它念作肉之，肉大肉之，但是这个说法好像后来词海也改了，就统一就叫月之，反正就是一个小插曲，一个小姿势，嗯。但是名字是就是这个，对，也读作 cushion。而且我们听这个游戏原声里面，特别有它有这个中亚地区的那个风情，非常重的这个风情，对，伊斯兰国家的那种，对，有一点各式各样宗教的那个影子。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个古代史正式开始，就说为什么这个瑰丽多彩的历史和传奇从哪开始呢？库申，不能，我们这边不叫这个名字，我们不说这个，不能蔑称人家。对对对，卡拉克人从就是早期的原始社会没有形成文明的时候，他们的故事是在向北走，嗯、他们是朦朦胧胧没有概念，就一直向北，适合生存的地方。对，然后往北走，一直走到一个点，就发现哦，这个地方可能昼夜的温差或者这些东西就合适了，合适了，就建立了他们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叫做萨尤卡或者叫萨祖卡。就是最初的村庄，从这里开始，卡拉克文明正式形成。他们这个标志，他们建立了一种历法，被称为色卡历 （circa）。这个词没有词源，不知道怎么来的。在我们现在，对，我们现在也不知道真实的社会当中找不到，也没有词源。他们卡拉克人自己也不知道哪来这个词，但是当时这个历法就是色卡元年建立了这个最初的村庄萨祖卡或者塞尤卡。在这个阶段呢，就是从这里开始，色卡利往前推进250年、嗯。这个时候，卡拉克人还在向北迁徙，嗯、一直迁徙到北方的大海边上。嗯，然后北方我刚才说了，不是冰原，是大海，是个大海。然后就稳定下来了。稳定下来之后呢，就开始形成了与原始宗教区别的宗教。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详细介绍一下宗教。因为他在沙漠当中向北迁徙，对吧？宗教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避免浪费，有效的分配资源。哦，就有点像伊斯兰教不允许吃猪肉，嗯，这样的一些原则。那伊斯兰不为什么不许吃猪肉？这个其实我的很多伊斯兰的朋友跟我解释说，在沙漠地形，就是猪肉一不好养，二就是这样，也是跟环境有关系。对，这样的鲜肉就是不好保存，然后吃完真的很容易生病，然后而且在那个时候，这种病就致死率很高。这是对这个容易脏、容易生病。对，这样的一种解释，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卡拉克的这个早期宗教很有很多这样的教义哦，肯定也要这样有所借鉴。对，因为都是沙漠嘛。嗯，宗教呢，这个宗教就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解释，嗯，叫做就是惩罚论。惩罚论，对他们信奉一个神叫做萨尤克。你看之前那个村庄名字不叫萨尤卡？对，萨尤卡。对，就是以这个，他们把它称之为这个伟大的造物主，或者把它叫做这个天父大神，嗯，就 father 这样一个说法。最有名的跟宗教有关的祭司有仨，一个叫加奥森，嗯，一个叫费里尔，还有一个叫萨穆塔，嗯，费里尔这个祭司灭亡的很早，他的宗教丧失的非常非常的快。就我们也不讲了，就没他啥事了，无迹可查了。对，然后呢，这个加奥森基斯认为这个说这个卡拉克人啊是被这个萨尤克降临到卡拉克这个糟糕的星球上来受罪的，嗯，就是施以惩罚，然后我们要啊谦卑，要赎罪，嗯，所以有一天我们就能回到这个天国之上，嗯，他是这样，就不在这受苦了。对对对。其实呢，这个时候还这个宗教其实挺先进的，嗯，因为在早期社会中真的是这样，宗教本身有它自己的先进性。然后我们之前说到那个加奥森基斯，还有一个萨穆塔基斯，萨穆塔基斯不是一个搞宗教学术的基斯，他们最有名的地方就是这个基斯坐落在一个山上山边、嗯、然后他们在这个世界屋脊，这个叫朗格马金这个山上造了33座神庙。
然后这个神庙是当时信奉赛游客的这个信徒一生至少要朝圣一次，就卖家圣地那种感觉。对，然后这个路叫闪光之路，它这33条这个神庙，然后你走多远就说你多虔诚哦，是这意思。然后最牛逼最信的就要走到头，嗯，是这样。然后这个萨姆塔基斯其实挺有故事的，我们以后要在古代史要详细讲，详细故事特别特别有意思。然后我们说到这个宗教，我们就要说到卡拉克历史上最有名的，应该是最初的一次很大的事儿，叫做海勒西宗教战乱。海勒西是什么？他也没解释，也没说，也是丧失，就是遗失了的一个词。嗯，然后这个海勒西宗教叛乱、宗教战乱呢，是这样：塞尤卡建立了之后，然后过了这个250年，大家已经定塞尤卡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村庄，最初村庄，对对对，最初的村庄。然后其他人继续向北，然后各大基斯建立稳定下来，然后呈现出最早的可能是奴隶制或者是封建制的这个国家社会形态。对，然后这个大家吃饱喝足了，就开始对吧，就折腾起来了呗。然后当时呢，最大的两个就是政治上最大两个祭司，不算那个叶斯特这种文化祭司，最大两个祭司，一个是之前提出惩罚论的这个加奥森，另外一个还有一个祭司叫做西迪姆。西迪姆有点类似什么呢？更激进的一种宗教祭司，他改良了惩罚论，他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就是西迪姆教派，他说我们不是不能得救，我们谦卑也没用，没戏了。对，塞欧克就是惩罚我们就在这待好了，就行了，受苦。对，嗯，然后呢，他改良，他这个对教义的解释很像是古代基督教对基督教解释出于政治目的的一些解释。嗯，他这个在色卡562年，你看这过了300多年了，然后西迪姆呢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格里迪姆。格里迪姆这个词什么意思呢？就是非西迪姆人。嗯，然后他们把他们叫做沙人。沙子的沙，对，嗯，是为什么呢？就是，在沙漠里最重要什么是水？对。然后呢，就是西迪姆就说：“你们这些格里迪姆，这些小祭司人都要去下游去待着。”嗯。然后你们就是必须就不能跟我们在一起，你就隔离开。然后你们比我们就是低一等。他们就制定了很多迫害格里迪姆的一些法案，最有名的就是清水法案，嗯，不允许他们喝这个干净的水。干净的水。然后呢？这个就有点怎么说呢，你可以对比为原教旨主义的争斗对这个教义的这个解释爆发了宗教战争。嗯，然后呢，这个两种不同的解释在实现两种不同的政治诉求，这加奥森和西迪姆就开始打，就是宗教战争，莫名的就打起来了。嗯，然后呢，各个小祭司就非常为难，因为他是最大的两个，就是掌控这个耕地和这个灌溉系统的这两个大的祭司就打起来了，你总得选一方，对，得站队呢。对，嗯，然后呢，西迪姆呢，可能你运气好，他把你视作西迪姆之后，你就不是杀人了，对吧？然后你就可能有吸收水，对，然后有一些东西。如果你被这个西迪姆迫害呢，你就只能倒向这个加奥森。其实，但是呢，加奥森没有好到哪去，他们就是收编了这个小祭司之后，他们就破坏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文字、故事和艺术品。他说：“你们要潜心，就是赎罪，对，要赎罪，你不要有这些东西。”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永远维持着战斗，战争方的战争，对，席卷了整个卡拉克这个文明。然后在这个时候，整个卡拉克最值钱的东西变成了铁，因为铁能打造武器，打造武器。然后所有人就颠沛流离，就是怎么说呢，整个文明就是很凋敝的一个状态，因为它还不像地球上很多文明战争促进了什么科技发展，没有，对，就大家就在那儿你打过来打过去，然后烧了这个，就愣打，对，就愣打。嗯，然后所以这是卡拉克历史上第一次这个重大战争，对，腥风血雨。然后后人后来这样说，他说那是一个血雨腥风的年代，那是一个生灵涂炭的年代，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因此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嗯，所以就讲完了两个这个嗜血的这个宗教祭司之后，嗯，我们要接下来要讲一个农业祭司，叫做帕克图祭司。帕克图祭司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打了已经，大家已经谁能受得了，就是除了加奥森祭司和西迪姆祭司的核心祭司之外，谁愿意就一直这么打下去呢？然后就
大家就是想起了一个古老的传说，传说不可考。嗯，然后传说说沙漠的南面那一面还有水。哦，然后还有另一片家园，对，可以生存。对，然后在这个打的已经就是停不下来的情况下，有50多个小特别小的祭司组成了自发的组合起来，成了一个迁徙的队伍。嗯，就叫横穿卡拉克大沙漠，就是就生走走一下，然后中间还要经过赤道，对对，然后就生走。嗯，然后最搞笑的事呢，就是这个事儿吧，它来自另外一个祭司，叫马南祭司。马南祭司我们一会儿就马上要讲到，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他有点类似吉普赛人，就那种游、哦、对，没有没有定方，对，所以马南祭司说的话等于不靠谱，就是他们传的，他们传这么一个传说、嗯，然后你问他是哪来的，他们也不知道，嗯，然后但是不行，这个回头背后就是战乱，就是战火，所以他们就出发了，然后他们建造一种东西，就是沙漠航船。就是卡拉克人有在沙漠中造船的习惯，所以你看卡拉克沙漠里是个母舰，嗯，然后造了航船就开始往南走。游戏里是个母舰，对，游戏里是个母舰。然后这个东西吧，就是你想它走到赤道了，就是白天就对气温接近沸点的大半夜走呗、嗯，然后就还有风暴，就是你在卡拉克沙漠那个游戏你就知道那个地方的沙漠有多可怕，嗯。然后最可怕的并不是这种什么饥饿、炎热和病痛，最可怕的其实是。心灵上的煎熬，就是你不知道前面是不是真的有水，嗯，然后一切都不确定，对，完全不确定。然后这样走呢，有些祭司可能回头了，有些祭司可能就因为病痛就彻底灭亡，嗯，就死就死绝了，对。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帕克图祭司当时的祭司萨叫马吉帕克图，嗯，然后就可能是因为他本身的这个。个人魅力，他的坚定信念、嗯、他就渐渐的精神领袖，对，领导着整个帕克图成为了这一群小祭司当中的这个领头、嗯、然后他有句话特别有名，他说我能闻到海的味道、嗯、就每次大家都哎走不动了、哦、他就要说这句话，有种望梅止渴的感觉，对，然后就振臂一呼说前面就是海了，大家再走、嗯、我闻见了，对对对，然后就走啊，然后就走到最后，走到应该是有一座山叫胡农山脉，走到这个山脚下，前面就是一座大山，所有人都走不动了。嗯，因为你这一句话，就算他再有人格魅力，再能鼓动，这说了千百遍，这谁受得了呢？对吧？然后所有人都停下，就已经要么决定放弃，要么回头。嗯，然后这个马吉那还站在那个石头上，还在喊，我能闻到海的味道。嗯，然后所有人都停下来，不想听他说话。然后这个时候。地下就有一团小小的这个阴影，因为天上没有云。嗯，然后他们抬头一看，是一只海鸥飞过来。对，就是神，就是在北边见过在海边上居住的那些祭司，至少是见过海鸟。然后当时大家就是激动疯了，然后马上就是振作起来，翻过了那片山脉，山脉那边就是南极的大海。哦，我操，横穿了一个星球，对，就横穿了整个星球。嗯，然后他们把这个海叫做马吉之子，马吉之子来正就是纪念这个。哦、这个这片海就叫马吉之子，对，这马吉之子海，嗯，然后这一次就被叫做第一次大迁徙，嗯，而这个沙漠，他们走过的沙漠后来被称为大团结沙漠，哦，纪念50个这个祭司的这个团结，嗯、就是共赴生死这样一个事儿、嗯，然后这个马吉帕克图很伟大的一点就是他们整个这一些剩下的祭司在这个马吉之子边上安顿下来之后，他领头。这船位把祭司萨传走，嗯，然后让别人对，然后领着一个就是志愿者的小队返回这个北方，哦、然后传递这个信息，通知大家，对，我们看到海了。嗯、但是马吉这个人没有活到那个时候，他就死在这个回程当中。嗯、超级伟大的一个，对，非常伟大的一个人。然后，而且他的这个志愿者团队最后只剩下7个人，嗯，回到了那个地方，把这7个人的这个话，嗯，带到了这个。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地方，嗯，然后其实那个名义上就是法理上这么说比较对、嗯、法理上这些叛逃的祭司各自肯定还归这个加奥森或者西里姆来这个治理、嗯、他们肯定还是他们的普通祭司，然后其实在他们到达然后信息传回之后，在这个色卡利的752到800年800这段时间，嗯，他们就偶尔会想起来这些人不对吧，这你不能跑吧、嗯、你有对祭司、哦、你有对这个宗主祭司的义务，对，然后呢就他们总计进行了3次进攻，
然后最后一次就是打南方那边，对，往南方打。嗯，然后1798年，这个加奥森吉斯派出了一批人，这个当时领头的人叫这个莱姆加奥森，嗯，领了好像是没有，好像是没有记载，反正就是10000来人，可能都不到，横穿整个这个沙漠，然后走到这个胡农山脉，当时他们翻山这个有一个看见海鸥的口，嗯，对，这边有个路口，然后站在那儿迎接他们的是这个。马吉的这个孙子金帕克图，嗯，然后对面已经长途跋涉，都已经筋疲力尽，然后他面对的是三万人帕克图的这个精兵，嗯，然后他当时南方的人，对，他说这是我的人民，而这片土地是我们的，嗯，这里没有你们的奴仆，哦，然后这些人被屠杀殆尽，只剩下那么几个人回去传这个战败的消息，或者甚至都没有传，嗯，从此往后，这两个大祭司从来没有打过南方的主意，哦，就是南方就是南方，对，南方就接着打，对，管不了你们了。嗯，然后呢，南方呢，其实我之前说过，就是大型祭司最上面是国，但是呢，大祭司之间有联盟，嗯，然后南方的这个祭司后来历史上称为南方联盟，嗯，南方联盟，因为他们从这个就是这个宗族祭司或者领袖祭司的压迫下跑出来。所以他们建立的这样一个祭司联盟是相互平等，嗯，各祭司之间平等，至于他们内部还是不是还保留某种就是传统这种长幼次序，嗯，那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呢他们这个南方联盟相互之间祭司是平等的，但是大家都拥护这个帕克图祭司作为他们的首领，明白，然后他的祭司萨也是里面最有威望的，大家都知道，就是，帕克图，对，然后大家都知道家园到最后他们不是回到母星了吗，嗯，哪怕回到母星上，大家重新圈完地之后，嗯，南方联盟的这些祭司可能已经离得很远了，他们还是最拥戴这个帕克图祭司，哦，就是一个这个那么多年，对，千年的这个一个联系，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血脉，已经不能，嗯，当然几千年之后，一千年之后可能有血脉了，嗯，但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这种信任和这个尊敬一直延续下来，嗯，然后刚才那个，对，我们还要说一个事儿，就是帕克图祭司的这个旗，他们祭祀自己的旗，嗯，他们这个旗是白色的，然后这个白色是什么呢？是当时帕克图他们建立的这个沙漠航船的上面漆的颜色，哦，这是他们的底色，然后呢上面呢有一个红色的太阳，这红色的太阳是这个帕克图祭司的这个捍卫自由寻找自由的志士的鲜血染成的，嗯，然后呢太阳后面呢有两个翅膀，这就是大海精灵，就是海鸥的双翼，然后这个它象征的就是希望和这个忠诚，而且呢就是帕克图人这种坚韧和独立到最后的最后，哪怕到加恩战争时期也这个影响着这个整个的这个卡拉克人，嗯，每当这个境遇最黑暗的时候就会有人重复这句话，我能闻到海的味道，哦，一直持续千年，然后我们之前说这个，即使到了宇宙当中，对，即使到了宇宙还在说这句话，对，然后我们之前提到那个马南基斯是吧，嗯，然后我们就得讲讲那个不靠谱的基斯，嗯，对，马南基斯特奇怪，吉普赛基斯，对，嗯，特别奇怪，这个基斯绝大部分基斯是通过血缘联系在一起的，嗯，马南基斯就是啥样的人都有，他们可能我们猜想卡拉克人有一些人种的差异，然后可能有的高鼻梁有的矮鼻梁，他们只要他们没有居无定所，他们都会管自己叫马兰祭司，哦，然后大家就觉得哎，就都这批人嘛，嗯，然后那就是跟吉普赛人一样，对，真的就是他其实是以地球上我们历史中各式各样的这个漂泊民族为这个原型来说，嗯，在一起，对，我们可以说说这个事儿，就是越说你又会觉得越像，嗯，这个他们这个祭司的人呢也不扎堆儿，就一次可能一个马兰基斯一个小基斯，嗯，来到另外一个基斯的边上，没有人会管他们，就是把他们赶走，因为他们也 不干什么坏事，也不，嗯，也不能说不干什么坏事，嗯，也不干什么大坏事，对吧，嗯，而且他们会带来的是很珍贵的东西，违禁品的货物或者珍稀的一些材料，哦，远处基斯的消息，嗯，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会带来歌舞，哦，表演，对，他们是一帮这个能歌善舞的人，然后呢很多人猜测马南是卡拉克古语中流浪者的意思，但是呢也没有证明，所以呢一般的祭司呢看到马南人来了也就锁好贵重的东西，然后就让他们留下，他们也就待几天，然后这个
讨要一点水，然后就离开了，够活就行了。对，然后可能临走的时候摘光谁的果树，或者把谁家女儿拐跑，这都是可能会出现的事儿。马兰基斯的这个名声很差，但是呢，这个可考的最早的差名声是这样来的：说有一个小基斯向他们宗主基斯汇报说，他们拒绝了一批马兰人，马兰人就来了几百号人，把他们都抢。哦，但是呢，巧合之处在于抢走的资源和那年需要上供的资源是一样的。哦啊，这个事儿嘛，是吧？你就说不清。但是可以说，马兰的这个马兰的人的这个坏名声就从这儿就落下开始了。他们也不在乎，反正。然后，一般情况下，很少有几百号马兰人聚集在一起。但是呢，有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就是有一片小沙漠叫做费沙林沙漠。马兰人每隔一年或者若干年会在上面大家聚起来聚会，对，大家就是唱歌喝酒，纵情过节嘛，对，就是一个大的过节。但是呢，西迪姆人认为什么呢？说马兰人在萨尤克的诅咒当中，在萨尤克的眼中尤为可憎。为什么？就是没有道理。其实你可以理解，当时这个用于管束社会的宗教，严苛的那种宗教。是很反对人这样不安定，太自由散漫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出来，卡拉克本质上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农耕文明。你瞎跑，这个地谁还种？有这样一个问题。而且他们用宗教来管理，对，他就要用宗教来解释说，你们被诅咒了，我们驱逐你们，不欢迎你，你就走吧，别留在我这儿。异教徒。对。然后在613年，然后在一次费沙林大会上，西迪姆军队呢就攻击了这个舞场，然后把当时欢庆的所有的马兰人都杀掉了。这个是触到了马兰人底线的东西，就是你可以看不起我们，你可以赶我们走，可以破坏我们，但是你绝对不能玷污跳舞，对，用鲜血玷污跳舞的地方，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从这时候开始，马兰人开始习武习剑，这个时候在随后的100多年里，马兰人成为了最有名的海盗。哦，然后尤其让西迪姆人闻风丧胆。然后这个马兰人，这都是仇恨，对，这是绝对的这个世仇。然后呢，579年南下这些马兰人，回来了，传递了这些消息，然后呢，他们传来的消息中，马兰人其实没觉得说真要往南走，但是呢，他们这个航船，沙漠航船有意思，我们之前是大篷车，然后没这个航船利索，厉害，对，然后我们就改成那个，当时正好都成海盗了嘛，然后就驾着这个沙漠航船。四处追着那个西迪姆人就开始杀，杀，然后连杀带抢，然后后来呢，他们就南下，后来最终就是也渐渐的放弃了仇恨之后，南下进入了南方联盟，加入南方联盟，对，然后在南方联盟帕克图这个基斯萨的这个调停下，他们成为了一支武装商船，武装商人，他们最后就是一个商业做贸易，对，然后有武装，对，刚才我们讲到这个。马兰基斯变成海盗嘛，就是讲了点见血的故事，然后我们接下来再讲个见更多血的故事。另外的一个基斯，对，有一个基斯叫做索班基斯，这个故事，这个基斯非常的独特。曾经在这个宗教战争时期，有一个人叫索班，他姓什么？如果你听过后面故事，你就知道为什么他没有姓了。反正他应该在当时是某个小基斯的基斯萨。然后。他们的这个领地被掠夺，然后他们的人民遭到杀戮。于是呢，他们就求助他们当时所在不知道是哪个大祭司的大型祭司的祭司萨。因为是这样的，你作为一个仆役祭司，你当然要这个侍奉你的这个宗主祭司，但是你的宗主祭司就要有一个就是原则，你要保护这些小祭司。其实就跟以前的封建社会很像。对，结果呢？求完了之后呢，就当时大家就不置可否呗，然后就这怎么办呢？说你先下去吧，这个，这个爱答不理。不是，就是我们想想，因为他这个入侵基斯对原来索班所在的基斯实行了一些酷刑或者报复，是违反了当时卡拉克最低的最底线的一些律法的，就是很过分。结果如此这个恶行之后呢？他们等了几天之后，结果却是他们这个大祭司，这个祭司萨要叛逃到对面，啊，要把这事压下去。嗯，说你们就这样。哦，因为我要叛逃了。对对，那边就这么着吧。对，然后然后根据这个野史啊，野史当时索班就厉声说道：“说
若子民求助之时，萨突然装聋作哑，嗯，然则基斯何以为基斯，萨何以为萨，嗯，然后他就是他的这些人非常的失望羞耻，嗯，非常愤怒，然后就把自己身上的这个衣服代表基斯颜色的衣服直接撕掉了，嗯，然后全都撕掉之后，他们背叛了自己基斯。这件事在古代卡拉克相当的罕见，而且这意味着你没地儿活了，嗯，你就完了，对，就完了。然后结果呢，就是他们没有任何血缘，嗯，但是他们集合在一起，自称为索班基斯。基斯这个时候，他们姓就变成了他们的姓，嗯，索班就变成他们的姓。对，嗯，然后至于索班本人啊，这个。他们所有追随者都选择了一个颜色，叫就是红色作为自己颜色，嗯，所以他们领头这个人被称为红色索班。嗯，他们就是离开之后，重整人马，然后带着武器重返他们之前的家园，嗯，然后把之前的侵略者屠杀殆尽，然后再次离去，没有安顿下来。对，然后从此之后。索班基斯是一个尚武的基斯，嗯，以这个能打出名，嗯，在后来的这个宗教战争过程中，索班基斯以雇佣兵的身份 mercenary 对参与了各种基斯之间各式各样的骚乱，嗯嗯，他们是完美的指挥官，就是那个，他们干那个，对，完美的指挥官，天生的猎手，嗯，天生的战士，嗯，然后极其骁勇善战，给钱办事，一旦事情完成。就是在战斗中，他们穿着他们这个雇佣他们祭司的服饰参加战斗，嗯，一旦完成，他们马上脱掉，然后换上自己的红色，对，然后回到他们的祭司萨，嗯，那个时候还是索班那里去，回到那里去，然后他们继续游历，嗯，然后都无血缘关系，但是却紧紧的绑定了一个。而且最强大之处在于，索班的凝聚力跟血缘毫无关系，这个传统延续下来。嗯，索班基斯里的夫妇的孩子必须送出索班基斯，他就不再是索班基斯的人了。啊，送到不能有血缘关系。对，你有可能是出任务的时候有的孩子留在那儿，嗯，或者你想任何办法留就拿走。嗯，孩子长大之后，他如果认同索班的战斗理念，嗯，就回来。哦，但是你认同不代表索班认同你，哦，你能打，明白了，你才能回来。嗯，然后就是这么一个。就这么说吧，就是能打到一定程度，几百年就是打出来的一个祭司。嗯，在后来，大回归战争中，他就是，整个这个卡拉克人的战士阶层。嗯，就是索班。对，索班祭司，嗯，红色的索班祭司。然后跟索班祭司关系非常密切的，我们要讲到下一个祭司，就是这个叫萨木塔祭司。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提三大宗教祭司里有一个建庙宇的？啊，33座神庙，哎，对，就是那个基斯，他住在那个山上嘛，这个孔塔拉山脉。然后他在第一世纪和第二世纪，就是前200年是整个卡拉克上最富饶的这个基斯，嗯，所以他能建这建那，对，而且他建了这个庙宇之后，所有人不都来这个朝圣、嗯，所以呢，他就先天的有这个商业基础，然后他就很富饶。当时他有两个，嗯，你想在。文明早期就拥有城墙的城市，嗯，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高级很高级的这个城市了。因为你想早期我们这是吧，地球上我球还行，克里特文明那个遗址没有城墙，嗯，虽然也没解释明白为啥它没有吧，嗯，然后其实就是后来比较先进的就经济发展之后才出现了城墙这个概念，所以在当时它有两个城市叫哈门和基督，这个都有城墙了，就足见他们当时这个富饶，嗯，然后呢，他们这条闪光之路33座庙宇，你走到头上有一个卷轴，据说记录着这个萨尤克之子的谆谆教诲，没有人能看懂，反正就是，哦，然后你走到头，你就能看到这个卷轴。等到635年打起来之后，这个孔塔拉山脉呢夹在两个那个宗教祭司中间，哦，正好夹在中间了，然后打来打去就。饱受牵连，对，也没怎么牵连，但是问题就是朝圣者少了，嗯，然后就衰败，就民生凋敝下来，然后就开始，哎，怎么办呢？就把朝圣之路就关了，嗯，关完之后呢，他这个因为是个天险嘛，西迪姆和加奥森虽然都觊觎这片宝地，嗯，但是呢，固守天险，双方都打不进来，嗯，然后635年出过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个人应该叫朱贝西迪姆。是这个朱贝西迪姆，当时是西迪姆的基斯萨，嗯，然后他就对这个里面的圣物呢觊觎已久，
我就想抢了，然后他就说他发誓要用这个祭神的这个圣杯来饮酒，嗯，把这个、哦、就是这个金那个星金卷轴，就是那个写着那个圣语的卷轴、嗯、拿来当桌布，然后他就让自己弟弟叫康熙比姆带了2000人，然后打这个孔塔拉山口，然后这个当时那个萨木塔人就瓮中捉鳖，全杀了，反正全杀了。然后当时当代的那个萨木塔萨，就是当时的祭司萨，叫白利特萨木塔，把这个康熙比姆领头人的头送回去，然后说这样一句话：说用这个代替我们的卷轴来装饰你的墙壁吧。仔细研究研究他的这张脸，他将教给你什么叫自知之明。然后呢，这个闭关退守策略很成功，但是问题是你也出不去，所以到了。这个色卡利的600年700年之间，它完全封闭起来，嗯，就消失于历史当中，然后自己就在里面哦，消失了，就没有，也没人去，也没人回来，那大家打坐、嗯、乱作一团，谁闲着没人去朝圣呢？嗯，然后这样，675年朝圣之路都关闭了，就是33座庙宇就关了、嗯，只剩下几个主要的庙宇作为这个文化活动。然后这过了几百年，这个因为没有交流，一个文明是会慢慢萎缩的。对啊，然后。这个时候到了色卡利的789年，当时的这个基斯萨呢是个女性，叫做库拉萨木塔，嗯，她就做了个梦，当时萨木塔有3万来人嘛，就是情况越来越恶化，她也很愁，这没有什么办法，她有一天晚上就做了个梦，然后呢梦到这个大神，天赋大神萨尤克显灵了，嗯，然后呢他也不记得什么样子，但是呢他把一把红色的巨剑放在这个孔塔拉这个山脉中一个这个人迹罕至的位置，把他那个剑扔在那里，然后他就醒了，醒了之后呢他就勉强记得那个位置在哪，他就让这个小的祭司去挖那个地方，去勘探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好像是原来是河干枯了、啊、没有人去，对，也没有人住，然后他就觉得这图个什么呢？但是呢，他这个人是以前庙宇的圣女的后代，嗯、很信任、对，而且还是基斯萨，主要听。他去那儿找到什么呢？找到了卡拉克山脉最富饶的铁矿。我操！然后正好供应军备了，牛逼，就牛逼疯了、嗯。然后从此呢，萨姆塔就硬气起来了。嗯、他用铁器武装了自己之后，打开了自己这个防守，而且他当时就是整个星球上最富饶的这个。嗯，又变成了一个巨富饶的，对，变成了一个商业和矿业的一个祭司、嗯。然后这个时候，西里姆和那个加奥森两方，都要买他的铁器，嗯。然后萨姆塔人又不傻，说我们为什么要把我这个屠杀我们的武器送给屠杀我们的人呢？对。然后呢，于是呢，他就和一个祭司，啊，对。在这个阶段，他们甚至研发出了非常好的冶炼技术，他们有能产钢了，哦，就更加优秀的武器。于是他们与一个祭司签订了长久的贸易合同。嗯，这个祭司呢，就是我们索班，对，就是我们这样的索班雇佣兵军团是吗？索班祭司和他是永久的合作，保护他的贸易，保护他的贸易和保护他的安全。然后他把这个最优质的铁器卖给钢的武器卖给他，然后就。然后索班祭司越来越能打，哦，越来越牛逼。对，然后那个萨姆塔祭司越来越有钱，嗯，然后就大家都挺牛逼的，大家都高兴，对，活跃于坐生战争红利，对，两个人就两个祭司就活跃于乱世之中，嗯，然后但也死不了，对，嗯，然后呢，这个讲到这里，海勒西战乱打了就已经有300多年，你想300多年多少代人，嗯，已经可以这样说，就是，从我们的历史的角度来说啊，这个农耕文明一般来说都会有比较发达的这个灌溉系统，嗯，然后农耕的这个节气，嗯，这样一个轮耕或者休耕之类的系统，而这个战乱呢，首先就导致没有人能稳定的进行生产，对，而且呢，来回的入侵和掠夺，他们必然伴随着彻底的破坏，然后破坏重建再破坏再重建，生产力就极大的就削弱了，然后再加上。你可以考虑一下，在这个极端的宗教的这个压制下，这种人的思维模式也变得淡漠了，嗯，就是这个人命也不值钱了，对，然后大家就很麻木，很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以前在那些古纪元中，好歹一些很大的城市现在都凋敝下来了，嗯，大家还在这样打，就生打呗，然后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希望的星星之火，大家开始觉得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没有，其实他们没觉得，没觉得，还在打，打都已经打懵了，就你打我，我打你。这个时候呢，就在最靠近北极有个小山村里，有一个基斯，小小的基斯迸发了这个希望之火。嗯，然后呢，又是一个小小的基斯。对，这个小小的基斯呢，就英雄辈出的年代，说的就是这些人。对，这个小小基斯只最初只在色卡第一纪元的一些技术中零星的出现过，然后就销声匿迹。嗯，现在已经是色卡历的六七百年了。哦，重新出现的这个基斯叫做纳巴尔基斯。嗯，怎么说呢？这句话我就还是要引用另外一段话。他说：“正常发展的历史是其有其必然性的。然而，对于在卡拉克上的库申人来讲，一些非正常的因素总使他们的历史充满着偶然性和英雄主义的色彩。”嗯，这个说的主要就是这样一个违反了什么说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斯，就是纳巴尔基斯。纳巴尔这个名字，就是很少有人知道，但是呢，加奥森人特别喜欢迫害他们。嗯，刚才我们之前说那个马兰人不是那个西里姆人喜欢屠杀的，对对对，然后这边是加奥森，对，加奥森喜欢跟他们较劲，他们就是不停的屠杀他们，驱赶他们，视之为低贱的这个商人、商贩和这个异教徒，嗯、最终把他们就是赶到北极一个就是小山村里面，把它封锁起来。嗯、实际上呢，纳巴尔人不是异教徒，他们是无神论者，压根儿不信。我操，还有无神论者？对，他们宗教时代还有。对，萨鲁克是谁？不认识。嗯。爱谁谁，嗯，然后呢，他们就反正已经被封在那儿了，嗯，然后他们就安定下来，他们只对外面世界当中的被当时就是宗教人士视为奇迹淫巧的一些技术感兴趣，嗯，然后他们这样在这里自给自足之后呢，用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奴仆基斯、嗯、出去探探消息，别露馅儿，别说自己是纳巴尔之类、嗯、然后探探这个消息啊，打听一下，然后收集一下当时的技术，嗯，然后带回来，然后比如说有些受迫害的匠人，嗯，老师来我这儿，对，都带走，嗯，然后偶尔呢，可能有些这个战乱驱赶出来的流浪的基斯、嗯、发现了他们就接纳了，嗯。当然他们是这么说，因为拒绝他们的基斯大概也没有可能活下来了，就是、嗯、是。然后呢，结果这几个世纪当中，纳巴尔人就这样钻研自己的技艺，这种技术、嗯、就获得了极其丰厚的成果，可以说散乱在这个卡拉克各地的一些科技的记载啊，什么心灵手巧的匠人啊，什么各种思维最活跃的学者，科学这块，对，都汇聚起来了。结果呢，实际上呢，在这个色卡利，我们讲到我们现在就是宗教战乱打到现在这个阶段，他们的科技水平远超其他基斯，虽然他们自我封闭、哦、然后呢，等到这个色卡第八世纪第九世纪相交的时候，哎，这个其实这个纳巴尔基斯已经有改变世界能力了，就差一个英雄站出来、哦、然后呢，这个时候领导大家走向胜利，这个时候基斯萨呢传到了这个艾弗里特，有核武器了，就是这感觉，对，然后那个艾弗里特纳巴尔是当时的纳巴尔萨，然后呢，当时呢，他们已经这个被这个逻辑科学逻辑思维培养起来的人、嗯，然后已经看到了，再这么打下去，嗯，卡拉克文明就没了，嗯，哦，都已经看到这儿了，对，都没人种地了，那就什么都别扯了、嗯，然后他觉得我们就不能作弊上官了，对吧？然后我们得去纠正这个事儿，嗯，但是在当时，纳巴尔已经实现了就是民主的雏形，哦，所以他不是说我要社会结构都变了，对，我说不是说我要打，而是说我进行了一次投票。嗯，全民代表，因为纳瓦尔小嘛，嗯，投票一下说我们怎么办呢？打不打出去呢？嗯，结果全票通过，啊、所有人打出去，对，所有人都觉得哇，这个世界现在这样，对，需要拯救了。然后呢，他们打出去之后呢，他们拿出了三项技术，这三项技术是什么呢？粒状火药，哦，蒸汽车，嗯。然后还有工业革命，还有精炼，中国这些发明都放一块儿，他们就掏出工业时代的蒸汽时代的东西，直接杀出去了。嗯，然后火药、蒸汽，然后还有精炼技术，就是比那个萨姆坦人的精炼钢可能更强、更优秀。然后你想，他们这个就这三样，对，一片现代化部队的军队就杀出去 了。你说，就是在他们面前杀红眼的那些，就是加奥斯那个。西蒂姆加奥森人就跟土人一样，对吧、嗯？然后摧枯拉朽，嗯，没有人拿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呢，他们一遍打攻下一个城市，然后基斯萨就开始演讲，嗯，说我们告诉大家停止战斗吧，停止纷争吧，这个打没有任何意义，嗯。然后可以
其实在断代史里可能也只是就讲一讲，就说有这么个事儿，可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有这样一个场面究竟是怎样。很可能这些宗教祭祀中有那些奉若战神、嗯、奉若神仙赐福的名将，对，然后狂妄自大出征，然后面对的那边是这个工业，对，咆哮着的火枪和这个战车、嗯、然后瞬间被碾平，神话瞬间破灭，很多人信仰就此崩溃，对，然后这个时候他们本来以为迎接的是像过去一样的屠杀和毁灭还有破坏、嗯、结果他们看到的是一位如同智者一样的祭司萨、嗯、亲自的为大家演讲，说让大家停下来，我们有更理智的思考，对，明明有更先进的东西，嗯，然后大家应该停止战斗，嗯，所以呢，所以他是为了和平而来，对，为和平而来，完全不是为了争夺地盘或者宗教上的一些分歧。这件事情在历史上被称为纳巴尔调停、嗯、纳巴尔调停只用了三年就结束了，三年横扫横扫所有的这个地区、嗯、把所有人都打服了，嗯，然后让出包括加瓦森和萨迪姆，西迪姆被西迪 姆,、嗯、西迪姆被灭族了，西迪姆灭了，对，因为西迪姆基斯就是不妥，绝不妥协，嗯、直接就打没了，嗯，打到最后就灭族了，对，销声匿迹，整个西迪姆基斯在日后的历史上再不复存在了，不复存在了。那加奥森还可以，加奥森后面还有一点他的小小的戏份，嗯，然后这个牛逼，特别特别，这个纳巴尔太牛逼了，对，纳巴尔特别特别牛逼。然后三年纳巴尔调停之后，然后呢，这个埃弗里克纳巴尔萨，嗯，觉得就壮志已经实现了，壮志已酬，退位了，嗯，直接退下来了。然后呢，他联合了各式各样的北方祭司，在蒂尔城建立了一个议会，叫做戴阿米德议会，嗯，共同商议北方众祭司众这个祭司的这个事宜，嗯，然后呢，就纳巴尔从统治祭司撤下，哦，然后从此呢，成了一个民主的一个议会，对，嗯、这议会这个成立之时呢，在这个大堂的那个外面响，就是敲响了一声钟声，这就是那个卡拉克。理性时代的钟声就此到来、哦、这就是远古的蛮荒时代结束，终于结束，理性时代到来。所以之前这位学者为什么说有一点这个英雄主义的氛围，因为这三年了，对，瞬间就打没了。嗯，其实我们从这里能看出来卡拉克文明本身其实也挺弱小的，对，规模其实挺小的。然后回忆起这段时间的时候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我说我赞美卡拉克的现在，但三倍的赞美他的未来。哦，当时在理性时代，这个知识武装起来的人类就是对未来充满着这渴望，对，无限的希望。嗯，然后这个戴阿米德议会呢，进行这个调停之后呢，啊，对，之前要说戴阿米德这个词，还真不是卡拉克人首创了，是他们冥冥之中古语中留下的一个词。你看，卡拉克文明有很多从古语中留下来的词，古语哪来的呢？不知道。对，以后我们就大概这会说到它是哪来的，然后。整个议会呢建立的时候，这个名字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这个名字背后的意思叫做平等与理性，嗯，它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它就意味着大家停止了这个神学治国，然后以理性的思维相互的这个、嗯、这个来这个对待对方。然后呢，这个时候就科技爆炸了，比如说爆发了，对，开始爆发了。嗯，比如说这个纳巴尔是无私的贡献自己所有的技术的，嗯，你来学我就给你，全都开，我也不需要你归顺我。当然有很多祭司已经觉得纳巴尔牛逼，我就加入你，可不可以？然后呢，然后纳巴尔也说就来加入吧，就毫无保留，毫无保留奉献。然后这个为了人类的文明，对，然后就科技爆炸，比如说这个原来的这个用动物马拉车之类的东西改成了蒸汽动力，然后原来的乡村土路变成了现代的这个公路网。然后他们在纳巴尔时期，在小山村里已经建立的，比如说现代的这个教育体系，也推广至这个各式各样的大型的祭祀当中。然后呢，比如说像萨木塔也不是一个特别尚武的祭祀，可能当时大家一谈就谈拢了。然后呢，纳巴尔带来了精炼技术，萨木塔全面转变为一个现代的矿业祭司。萨木塔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山上建庙的那个，对，建庙挖矿特别有钱的那个。对，然后他们的庙宇呢重新开放，就开始搞了旅游业。哦，就是古迹又重新复苏了，对，就完全复苏起来。然后呢，哎，等于这个宗教还是存在的，宗教就变成了一种文明和文化，文明，对，不是治国的一个，对，不再是就是政治上的那些东西嘛。然后像那个原来的沙漠船变成了火车，嗯，然后呢，南方联盟和北方联盟
然后重新互通起来，用的就是这个火车哦，横穿沙漠，对，横穿整个沙漠的铁路线和，然后呢，整个大亚米德就是连通了这个卡拉克南北，嗯，然后又开始，还是多亏了纳巴尔人的，对，然后比如说他们还那个让这个马兰人重新恢复了北方贸易，哦，沿着铁路开始了重新贸易，哦，然后索班人呢，嗯，战斗理念也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就是如毛饮血或者是特别嗜血的近战的模式，嗯，他们也开始搞这种搞这个配合新型武器，可能很可能一开始火药都是排枪射击，嗯，排枪射击之后又变成散兵战术，嗯，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变化。然后呢啊，马兰人甚至呢他们做生意还促成了现代的信贷系统，嗯，他们就建立了这个马兰后来啊变成了一个金融集司，哦，以金融为这个根本，吉普赛人变成了这个犹太人，真正意义上犹太人，对，变成犹太，这是其实他们本身他们还是犹太人，对，他们就是很有犹太人的这个原型。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像这个斯叶特祭司，原来他们是受人尊敬的文官、抄写员和这个老师，嗯，然后呢，他们的这个不再仅仅研究这个天文学、星象学和数学，他们就开始研究，比如说真正意义上天文学和物理学，嗯，还有生物学。原来之前提到的那些祭司都有了各自不同的发展，就是可以说他们现代化了，嗯，然后在这个在这种这个发展中呢，他们就整个卡拉克一片欣欣向荣。然后呢，他甚至呢，我们要提到以前的一个老城，就是萨祖卡城，第一城市，嗯，第一城市，它里面还留着比如说上古的文艺术那种的，对，艺术啊、雕像啊，这些就是美妙的东西。所以呢，这个纳巴尔呢就，出了一个伟大工程师叫加纳巴尔，他设计了一个巨复杂挡风板，因为已经经过了这个六七百年，嗯，这个其实沙漠在向北侵蚀，嗯，所以一开始这个，哦，更恶劣了，对，城市差点就保不住了，然后他就建了一个这个挡风板，把这个恶劣的风暴挡在外面，嗯，所以这个卡拉克的瑰宝得以保留，这么牛逼，啊，对，特别特别牛逼，嗯，其实这段发展简直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爆炸式的发展，嗯，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工业时代，对，现在已经全面进入工业时代了。工业时代最后的爆炸，就是阻碍整个工业时代的发展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传媒，嗯，是信息的传播，嗯。这个时候大家还在送信，嗯，就很烦。然后呢，我们要提到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印刷机，嗯。然后印刷机的故事呢，就要讲下一个祭司的故事。下一个祭司就是叫做卡勒尔祭司，这个之前没提到过。我们讲卡勒尔祭司呢，又要往回说。又要说宗教战争之前，卡勒尔祭司以前是一个特别特别老的祭司，然后呢他们的祖先是移动沙丘地区的祭司，就是他们没地儿住，他们就是个游牧，哦，纯粹的游牧祭司，他们就是在几百年里他们都很穷，就放羊之类的这些东西，但是呢他们四处找水的过程中迁移到斯叶特基斯的边上，就被这个文化这个文明所感染了，然后他就申请说我们想加入你们，对，我们就是想加入你们，嗯，行不行，穷有，然后呢像当时这种很老的这种大型基斯想要加入可以，但是要经过很严苛的这个考验，这个考验通常要持续个三代人，一般是两三代人，那么长时间，对，非常长时间。然后呢，在这个色卡313年呢，他们向那个当时的斯耶特萨请求成为仆从家族，嗯，然后打动了斯耶特那个斯耶特萨之后呢，批准开始了试炼期。嗯，然后因为这个时候两个基斯互通有无，已经十多年了，然后就批准了，哦，然后就开始，怎么办呢？就是那个卡勒尔人呢，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这些年轻人马上送进斯捷特人的这个城市当中去学习，当他们的抄写员和书记员，然后学习当老师，反正他们就开始接受斯捷特式的文化教育，但是他们不能用这个姓，他们成为卡勒尔人，然后结果呢，这些人他们思维活跃，而且勤劳善学，然后就学得很快，所以他们的第二代人斯捷特人就把他们分配到这个就是100多个小祭司当中去担任什么信使啊，担任这个书记员，小官员，对，然后啊没有官员地位，他们应该是没有官员地位，就是他们就是抄书的，然后送信的，哦，但是他们勤勤恳恳，而且他不像那个派下去的斯耶特那种官员有点架子，因为我有文化，我认字啊，是吧，他
他们就是亲血统，对，亲亲朋友就抄，抄完我就送，也不评价我的雇主，他们要送什么无所谓，嗯，他们想问什么我们就告诉他，嗯，所以呢，他们很快就从第二代人里，很多人就开始直接叫他卡勒尔人，把他们叫做卡勒尔的书记员，嗯，就已经很有地位了。然后在第二代呢，第二代就有一个基斯萨，就是当时他还不是萨的时候，他就那个在学习成为这个医生啊，或者是幕僚或者家庭教师，这个人叫里尔卡勒尔，嗯，当时他就和他母亲，他母亲叫简卡勒尔，他母亲开了一个小的会所，就是来抄写和这个送信，嗯，哎，在这个他年轻时候在那里打发时间。然后他发现就是有些很有权势的基斯要找到他母亲的事务所，说我有这个信要送，或者要抄写什么东西，但是呢，他毕竟是一个正在受考验的一个普通基斯，所以很多事情他不能答应，嗯，然后他母亲其实很苦恼，就只能这个是吧，就回绝你们。然后很快呢，后来他母亲去世，这个里尔成为了基斯萨。他想了想之后呢，就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可能是也是因为他年轻，他秘密召集了这个，召集了一批这个卡勒尔人，然后呢决定怎么办呢，就达成一个秘密的雇佣关系，绕过斯耶特，为各种基斯进行服务，哦，然后就不只为斯耶特服务了，对，然后很快呢就本来他还回绝之前的买卖，就是就像他母亲一样，一开始我来找你，你是这个卡勒尔人的基斯萨，但是当然在社会里，你一个基斯萨本质上就是一个抄写员的头，嗯，对，然后他说不行，这我接不了，这个斯耶特这边说不能接，然后偷摸说你这个晚上找谁谁谁我给你办，嗯，然后这个事儿呢就肯定了，这个他和斯耶特的关系就急转直下，嗯，所以他很伤心，但是呢有生意做，嗯，而且有知识能学，嗯，两代人那个卡勒尔人学的特别特别快，嗯，所以呢他就有了这样的文化的基础，所以他决定率领他的这个部族人离开了斯耶特，就不归顺你了，对，我停止试炼，对，停止试炼离开，嗯，然后但是呢斯耶特就是他们也很值得尊敬，因为斯耶特在这个基斯在宗教战争时期是整个大型基斯里唯一承诺绝不使用武力的基斯，哦，就打，对，但而且忌惮于他的这个影响力，还那个另外两个这个宗教基斯不怎么敢动他们，嗯，然后所以呢卡勒尔人即使离开，即使关系破裂，他也发自心底的尊敬这个斯耶特人，而且斯耶特人也很纠结，因为他们是最好的学生，但是呢规矩就是规矩，就像以前就是任何祭司驱逐他们的小型祭司的时候都是极其严厉的，嗯，所以我只能和你们断绝关系，而这个卡勒尔人呢就换了一个方法，就既然你不教我，但是我也不争夺你们那些文化的地位，比如说老师，嗯，比如说医生，我们还做我们的抄写员和信使，嗯，然后呢这怎么说呢，卡勒尔人作为一个这个里尔这个长者统治五十年里坚持这样一个原则，让卡勒尔人成为了当时最好的信使，就在当时战乱打得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卡勒尔人一定能把信送到，哦，所以他当时就以这个抄写，就是复写这个经文，复写文件，然后呢用这个古代信息传递的方式来那个传递信息，当时就青史留名，嗯，比如说他们发明这个有色烟雾，就烽火这个，嗯，哦，这个长城上那个，对，然后还有那个鼓点传信，嗯，都是他们发明的，就跟电码似的，对，然后再加上当时战乱可能有阴谋啊，有这些冲突，然后他们还发明了各式各样的信息加密技术，嗯嗯，厉害，对，然后在纳巴尔调停的初期，就纳巴尔刚出手，你想就是消息最灵通的一定是卡勒尔，嗯，当时发现这就是未来，然后马上就是迅速的直接服从于纳巴尔人，就你甭说了，你让我干啥就干，嗯，他们就是马上把纳巴尔人渴望和平的信息马上散播出去，对，然后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战乱结束之后，纳巴尔人非常尊敬这个卡勒尔人，因为
那个卡勒尔人的努力避免了很多流血，嗯，然后而且就是让他们的这个调停更快的实现了。然后呢，在这个战乱结束之后呢，卡勒尔人干脆直接放弃自己的姓氏，嗯，加入纳巴尔。纳巴尔，嗯，对。然后等到这五十多年呢，他们作为抄写员就是疯狂的抄写纳巴尔的知识，把他们真正意义上的汇编成书，嗯，都留下来了。对。然后经过这个不懈的努力啊，就是他们也看到了信息传播为这个工业革命这个带来了一些这个问题，嗯，所以他们就一直想改良这个情况。所以呢，在我觉得如果卡拉克现代主传播学的话，他们传播学史会提到一定要学生背这一年，就是色卡1857年发明了印刷机，嗯，然后印刷机的发明变成规模的传播信息。对，然后卡勒尔人也挺有这个头脑，他们意识到这个东西能给自己充足的发展空间，于是他又宣布脱离，哦，又脱离纳巴尔了，对，又脱离纳巴尔了，说哦，重新建立，嗯，卡勒尔人又叫卡勒尔人，对。但是呢，他这个卡勒尔基斯名号出现的同时，他就亮相，看到没有？这是印刷机，哦，报纸，看到没有？我们不抄了，我们刷印，嗯。然后这个信息就进入到信息爆炸，工业时代式的信息爆炸，嗯，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信息媒介直接突进，然后呢，马上让出版业成为了当时的这个最挣钱的几个行业之一，嗯，就很像这个工业时代时候那个出现的，比如说那个一面式报、嗯、太阳报这些事儿。然后在因为这个印刷机的出现呢，这卡勒尔人和叶斯特甚至就是关系弥合，我都和好了。对，因为卡勒尔人就是在902年，色卡902年呢，他出版了一个特别特别牛逼的一本书，叫斯叶特持有人年鉴。就这个年鉴呢，需要这个哪怕在斯叶特基斯内部，嗯，他们自己都很难编出来，很难写完。哦，然后他们由卡勒尔人编出了斯叶特人的，应该不能说编出，就是以前是得抄整理出，对，以前是有，嗯，有以前手抄本，然后特别多，所以呢，就是斯叶特人很难每个人都看到。所以呢，卡勒尔人无偿的为他们印刷，然后发放，嗯，所以两让所有斯叶特人都能看。然后两个基斯就和好了。嗯，这个之前说学传播学史，因为我总想起来我学的时候，嗯，那个故事。然后这还有点事儿，比如说，第一份报纸应该就是卡勒尔人报纸，应该也是第一份现代报纸。嗯，是这个塞卡91年在蒂尔，还记得吧？就是那个议会所在位置发行。嗯，然后呢，像这个第一次公共收音机广播在998年就出现了。哦，还有收音机广播，对，特别快。你看发展有多快？当时最受欢迎的无线电了，对，最受欢迎的实况播音人员呢，还叫让卡勒尔。哦，卡勒尔家族的。对，而这个是不是官方设定，还是这个四通票大神为了就是可读性来加入了，还不是很清楚。但是这个确实很有意思。然后其实很快呢，就后来就进入到航空航天时代了。嗯，就特别迅速的发展科学，然后他们投资了电视台和这个轨道卫星。哦，我操！当然这是后面的事了，嗯，步入现代社会了。嗯，对，然后讲完这个卡勒尔基斯，基本上，嗯，这几个大的英雄基斯讲完之后，我们这个卡拉克的文明就真正意义上进入到现代社会。嗯，他们以极短的时间跨过了蒸汽文明，然后工业文明，进入到了现代社会。嗯，然后接下来就差不多讲了也不少，接下来才是正戏。对，就是，我们用了一期的时间，对，我们就是讲了一个讲背景，对，讲了个历史，这才1000来年。对，但是呢，这些基斯可以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基斯，他们的灵魂，他们的文，嗯，就是比如说帕克图基斯坚韧和探索精神，马南人的这种狂野和不羁，嗯，包括索班人这种好战和尚武，再加上斯叶特人的这个文明，嗯，对文明的尊重，还有那个纳巴尔的这个开明，对，他们汇成了卡拉克人自己的这个精神的内涵。卡拉克人如此，这对他们在日后返乡这个之路，嗯，故事，对，影响是非常大的。嗯，所以这期虽然我们没有提为啥这个游戏叫家园，对，但后面的阴谋在下一期才会出现。下面就是正戏，就是为啥这个游戏叫 Homeworld。但是因为这一期我觉得信息量过大，是的，是这样，真的，嗯，很多人可能因为这些译名并不好记，然后有可能会混淆，会混淆一些。那么现在我们用最后两三分钟。三五分钟的时间，然后我们重新讲，我觉得重新就是快速梳理一下。对，我们大致来说，或者你听我这个听课人来给你来讲一遍吧。好，这个卡拉克人就是在这个
星球上的人类，其实等于是对沙漠星球上的人类。然后他们这个星球呢，就是非常老化严重，然后都是沙漠，对，然后赤道地区非常热，可能达到了沸点，然后只有南极和北极有水，所以他们上面的文明的人呢，就只能去北方寻找自己的国土。对，然后后来他们终于建立了自己的这个家园。对，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他们每一个种族群落叫做萨啊，不是叫做吉斯，对对，然后每个种族每个吉斯的领导人叫做萨，对对，然后他们之间有一些阶级关系，然后他们是宗教的一个，对，最早是宗教促成的文明，对，然后比较有名的宗教吉斯就是这个加奥森，对，加奥森和萨木塔，这个费利尔我们不提了，因为对没那啥事儿，对，然后两边狂打仗的呢，就是这加奥森和这个西迪姆，西迪姆这两个大的，两个在当时应该是在政治上很大的两个吉斯，对，然后后来就是英雄辈出的年代开始，对，战乱年代，然后首先是大迁徙，对，大迁徙的领头就是帕克图吉斯，一个农业吉斯，嗯，然后他们从北方撤出来，离开了他们之前的这个加奥森。加奥森的领地，或者是其他的，反正就是战乱的领地，建立了。对，到达的时候其实是只有十几个，十七八个，五十个小基斯，然后往南走，然后找到了南极的那一片海洋，马吉之子海。对，然后在那儿定居了下来，成为南方的联盟。对，南方联盟。对，然后后来我们提到了一个特别像犹太人和这个吉普赛人的这样一个流浪的一个基斯，叫马南基斯。马南基斯，对。然后马兰基斯讲完之后呢，我们又讲到这个另外一个上午的基斯，叫做索班基斯。对，特别能打。对，索班是个名字，并不是姓，他们以前的姓被他们放弃了。对，而且他们不用血缘关系来绑定自己的这个基斯，对，是一个被精神就是统一在一起的基斯。然后他们是雇佣兵的军团，非常的厉害。然后他们之所以能打，是跟他们武器有点关系。对，然后我们就提到这个给他们供武器的萨姆塔基斯，原来是个宗教基斯，但是没有自己的宗教观点。他们出名是这个朝圣之路。对，后来因为闭关之后呢，挖到了铁矿，然后成为了一个矿业基斯。然后他们和索班是一个相互雇佣的合作关系，然后繁盛起来。对。然后这个时候讲到最牛逼的基斯，讲到这里之后就是已经打得不行了，然后就有一个纳巴尔基斯率先完成了这个启蒙，理性的启蒙，然后出来调停，对，花了三年时间就搞掉了这个，对，然后纳巴尔基斯、纳巴尔基斯的调停，对，然后建立了这个理性时代，建立了议会，嗯，然后科学从此发展起来，科学发展。首先要提就是科学发展促成了原来的文化基斯斯耶特的转型，嗯，然后他们带出了他们的学徒，嗯，虽然有点欺师的这样一个族，叫卡勒尔人的最大的卡勒尔基斯最大的这个成就就是发明了印刷机，对，印刷机，然后使这个工业时代真正意义上有信息的这个。对，往来神了，然后就到达现代社会。对，我们就很快的到达现代社会，准备下一期就航天航空了。对，对，马上我们就走入星海。但是聊了一个多小时，跟家园游戏一点关系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到底为什么呢？对，那我们只能听下期，这里面有很大的阴谋啊，对，和这个跌宕起伏的一个史实故事。所以用了这么长时间给大家梳理这个背景，其实下一期才是重头戏，而且非常的精彩。对，那大家期待一下下期的讲解啊。好，我们这期现在这。先这样，大家好好消化一下，看看时间轴。对，啊，好吧，各位，拜拜，拜拜。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